下一题就是一个喜欢考的类型，叫做冰变成水，水结成冰。体积200，密度0.9的冰完全变成水，有几公克？很简单，老师说找到不变，找到相等。状况 A、状况 B 谁不会变？冰变成水，水结成冰，谁不会变？质量不会变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要我去求水的质量，本来就要去找水的体积、水的密度。可是除了背了水的体积是一之外，对不起，水的密度是一之外，我这里没有水的体积啊，表示无用嘛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求谁？我可以求冰嘛，因为求冰等于求水。所以现在变成题目从求水的质量变成求谁的质量？冰。求冰的质量，要求冰的质量。那么算从最后的问题想起，那么现在求质量有公式可以求质量吗？有啊，D 等于 V 分之 M。 好，老师说了要算什么带什么，对不对？ M 叫做质量，就要带质量嘛， V 叫体积，就要带体积嘛，算冰就要带冰嘛，算水就要带水。现在要求谁的质量？冰的质量。好，所以我就要想办法去求出这 M。刚刚讲过，只要怎么算，不会算就拿小瓢虫，巴拉巴拉巴完就知道了。第一层就小瓢虫，然后就是第一层 V。那记得刚刚讲过了，你要用的是冰的密度去乘冰的体积，等于叫做冰的质量，然后对这题而言正好等于水的质量，所以呢就算完它。啊，再怎么带什么，再用 V。好，咚咚咚，就解决掉了。180，这一巴洞简单吗？小事一桩 ，OK 吗 ？OK， 好，基本上差不多，改成问冰而已，改成问冰，改成问冰而已，怎样啊？多少啊？跟刚才就差不多嘛。可爱的那叫什么？二号是吧？二号大小姐，你的答案有多少？质量是求质量吗？不是吧？哦，我知道，我想有人，所以我只是在这里。哇，追嘞，赶快了，起立了 ，stand up， 回答我了，可爱的。400，你说答案叫做400。好，从最后的问题想起，有公式求体积吗？有，低点 V 分之 N， 怎么求 V 呢？不会，搬小瓢虫，把 V 遮住 ，M 除以 D， 请注意哦，请注意哦，不要拿 M 除以 D 的时候算什么带什么。我要拿冰的质量去除冰的密度，才会是冰的体积。好，那问题是你有冰的质量吗？题目有直接告诉我吗？没有啊。那冰的密度有吗？有。那表示我还差个谁啊？我还差一个冰的质量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状况 A、状况 B 怎么办？找到不变，找到相等。谁不会变呢？质量不会变嘛，水结成了冰嘛，质量不会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冰的时候，我改去求谁就好了，去改去求水的质量，改去求水的质量，改去求的质量。好，那我现在改成求水的质量，对不对？那有公式求质量吗？有啊，有 D 等于 V 分之 M 嘛，公式都长一样哦，可是你要带的是水哦。OK， 好，再来 M 怎么算呢？一样嘛 ，M 不会算的，就是小瓢虫 ，M 遮住低层 V 嘛。但是现在要求的是谁啊？现在要求的是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带的是谁？水的密度、水的体积去求水的质量。OK， 算什么带什么？算什么带什么？水的密度是要背，对不对？多少？一。体积有吗？有，很好，应有尽有，往里面带。360克是谁的质量？水的质量。
也正好就是谁的质量，冰的质量，所以都一样啊。那就都带回去吧，带回前面那个 d 等于 v 分之 n， 前面那个体积那个 m 除以 d， 然后呢，算完，这时候要带的是冰的质量除以冰的密度等于冰的体积，是吧？所以答案就是4吧。这里反复就告诉你我跟你讲过的话，什么找到不变，找到相等，从最后的问题想起算什么，带什么，你就会解决了。OK 吗？ OK。